Hello，各位大家，我是艾尔咖啡。这次要玩的是一个恐怖游戏，叫《翌日》，它好像是很久以前的老游戏了。那我直接开始来玩看看。怎么一直有狗在叫？左键前进，持续按着也可以前进，可以阅读文字，所以我就只需要按着方向键就行了。我应该是不需要滑鼠吧？那我就用键盘来玩了。肚子饿了，哎呦，有乌鸦在叫，早点回去吧。这好像是慢慢越来越恐怖的那一种。哎呦！画上，有没有一个死小孩？有没有一个死小孩在那？那边偷看，还不赶快回家读书，在那边玩。啊，这样就一天了。好，就这样子重复来，而且那音效好恶心哦。一样又是回家的路上。虽然声音不会太大声，好累呀，疲惫。我感冒了吗？完了，他被那个小孩束缚住了。那鬼跟你回家啦。居然他镜子真的会跑出东西来。啊，灯在闪哦，不对劲，不对劲。他已经抓在栏杆上了，他准备要出来玩了。没事没事，哎呦哎哎，跨上。好，结束了结束了。第三天，我应该可以这么理解吧？每跑一次就是过一天。总觉得头好痛。这应该是中邪了。哎呦，哎，不会自己开门出来啊？你声音很大声，我戴着耳机，那声音会不会太大声？我就是这边会有东西跳出来，咦？讲话啊？好奇怪哦！会不会跳脸呢？要不要准备一下？要有个心理准备一下。第四天，感觉越来越严重。肩膀好重，完了，那八成那小孩应该扒在这个男生身上，好累啊，又累又重又疲惫。哦，为什么要看？有点像猴子，好像那个咒怨那个小孩子，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。哎呦！哎呦呦！哎哎哎哎！突然，好毛一下！我太扭曲了。是已经
抓交替了吧？那照片上都那小孩子、欸，哎呦，看来是宇智波一族的人，还有写轮眼，这男的已经坏掉了，是不是？他一发，他一都不说话嘞。啊？一跳脸是不是、啊？哎呦，没有栏杆了。哎，结束了。我还以为会有个那个栏杆打开之类的，然后里面跑出那个小孩来吓人。应该是结束了吧？哎呦，哎、欸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一吓人，我以为结束了，哎、欸，会起鸡皮疙瘩、欸。Hello。他只是在欢迎我进去吗？好了，应该是真的结束了吧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要闹了，该做一个结尾就要做一个结尾，不要再吓人。OK 吧？这是第一话，对不对？他好像有出到第九话。这次来玩第二话，第二话好像是有这个叫什么后照镜，是哪一个？还没乱叫哦，这是有全景模式，是不是啊？真的是全景模式。写考，本游戏发出较大的声响，请注意音量设置。好，会有灵异现象发生，哎哎哎，我在看呢，不承担任何责任，敬请谅解。我真的这样转一转，那一个鬼脸照贴到我脸上，真会吓到啊！哎，看到女鬼了。还是那是我本人啊！这女鬼的声音很北凄。好，我又是哪一位呢？这是遭殃的是谁？哦，是一位小女孩。是一个女学生，放学走回家。今天社团活动好累啊！我不知道为什么被那乌鸦声吓到。赶快回家吧！这第一天应该是不会那么的刺激。那个马路上对面那是不是？对，那是不是那女鬼啊？什么意思？往后看。咦？诶，有谁？好像有人在叫我。诶，我能看到自己啊！原来我是哦，我是他。这人烟那么多，应该是不会遇到鬼吧？好吧，这红衣小女孩，是错觉吗？我的小妹妹在我旁边走了。比第一话还带劲。
一话还猛。好，第二天，我觉得我可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整个鸡皮疙瘩毛起来。好，继续走路。哎呦，他很想要吸引我的注意啊，可是这女的丝毫不动。他说看我一眼，然后这女的还是不鸟他。他跑到哪了？哎，哇塞！哎，这个直接鸡皮疙瘩从脚冒上来，我怎么都变那么胆小？这游戏都是突然的那种音效，突然吓人。不是我害怕，是我觉得是生理反应。这种大音量出现都蛮会吓到人，对不对？哎呦，Hello，有话就快讲，不要在那边当偷窥狂。哎，他女主角知道他的吗？他看我这边，真让人发毛。还是赶快走吧！好了，赶快走，离开这鸟不生蛋的地方。哎呦！觉得这鬼后面会抓到女主角吧？还来呀、啊？这第几日我都不知道。好，继续走。哎、欸，血手印哎、欸，这么多人都，哎呦，这么多人就只盯着女主角。所以那个女孩已经不在了吧？太好了，说这句话往往都是在立 flag。哎呦，哦、oh, shit！我还以为会被抓到哎、欸，哇！我觉得这个会跳脸。有什么人在吗？哎、欸，我先做好心理准备。哦，hello，hello，我左看，哎、欸，哦，还好呀，每次就一张烂图片。你干什么啊？为什么要吓人？别过来啊！走开！哦，他使出了卡给分型，不，哎呦，死了！女主角挂了。我操！这里是哪里呀、啊？怎么回事？身体动不了了。他变成那个啦，那个看那个另一个车道的镜子啊，他跑到里面去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在这里面啊。这声音真的很悲凉，
Hello，我在里面待了一天了，怎么办？我难道就只能一直这样？快来人，察觉到我啊！那女鬼已经……啊，我在里面待了多久啊？哎呦，她就一直这样看着我。那女孩是，她往我这来了。完了，死棋，死定了！什么？你拿着是什么？我要拿石头，他把我砸死！哎呦！哇，这个声音真的有点大声。他也是宇智波一族的，哎，不对，哎呀，他的眼睛是九尾妖狐啊！Hello，还没结束啊？然后都有哈气呀、啊，完了，绝对是跳脸。我先准备了，准备好好看那张鬼脸是什么，转都转不了。Hello，怎么转不了？哦，要点是不是？可以啦，这个有做心理准备，不过小毛小毛，依照他这个第一话的惯例，他这个结局应该说结尾也是会下的，所以我要做好心理准备，看着他，我就看他什么下。来了来了。没有吗？应该有吧。不行，我不能大意，这游戏绝对会吓人的。好，来吓人喽！哎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舒服，舒畅。我刚刚是都有往后看嘛，因为我记得他前面那个走到底的时候，哎呦，还有啊。这个应该是只能用滑鼠点吧？哎，我拔耳机哦。哦，没事，应该不会吓人吧？因为我们走那个什么，走到一半不是可以往后看吗？我们可以尝试看看，如果不鸟它会怎么样？那我们这一次应该是重来吧？不会说有马上开始新的一局。好，我们这次就一直往前走看看，就是不鸟那个女鬼，全程一路走到底，当个木头人。哎，这边我知道有这个套路了，所以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哎，这边如果真的第一次玩，真的会吓到啊。我一开始玩有这么黑的吗？应该是一样的吧，哦。这前面应该流程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后续可能会不一样。那我就先就是步骤快一点，我就一直前进，一直前进。哦，竟然又被同一个地方吓到！哦，好，这边直接走掉，不屌他。小王八蛋，一直吓人。这边一样继续往前走，不理他。
还是会生鬼手怎么感觉不会变呢、啊？我们还是会死吧？要是哥哥肯找个工作去上班就好了。哥哥在怎样家里蹲？有他在，我都不敢请朋友来家里玩了。干嘛？他是臭酸肥宅啊？哎，这怎么我好像没看过？这是新剧情啊！哦，那鬼还是会过来的。什么？哎，有什么人在吗？他也很可怜哎，哥哥。整天在家当臭酸肥宅，我的爸，Yo man 啊，哥，哇，他哥哥好壮哦，他为什么穿的衣服感觉怪怪的？女生校服吧？你那什么打扮呐、啊？我找到你的夏季校服，就穿来看看。怎么样？很漂亮吧？好饿哦，笨蛋！后面，你后面有鬼出现了，恶心死了！别到外面玩！那女鬼出来了，滚去工作！去死吧！这是哦，他哥哥当他的替死鬼。他哥跑出来，哈哈哈！咦，我怎么动不了了？怎么回事？咋啥也看不见了？天黑了吗？喂，妹妹，救我！他妹妹就这样看着他哥哥这样子被鬼带走，也都没什么反应吗？What the fuck？不知道怎么看那边智障的片段，我还觉得起鸡皮疙瘩。点点点，他应该是看到幻觉，以为是看到幻觉，回家吧。女主角存活下来了，由他哥哥当替死鬼。哦，太阳升起了，完美的落幕。他哥哥升天了，有趣有趣，是彩蛋吧？结束了结束了，他哥哥，那 这个应该算是彩蛋哦，蛮有趣的，真不知道这样一直走会跑出这样的剧情。好闹，那之后说不定也有很多那种分歧，也说不定会有这种彩蛋出现。再见了，哥哥。哎，他被超度了。OK。结尾还来个哥哥的最后身影，应该结束了吧？没东西了，救救救救我！来！来人啊！老的人！有没有人？救命！救命！救命啊！万他哥救在救里面。我！喂，喂！来人啊！谁来把他老哥的哥救出人！来？救 好命！了，那个翌救日我就命先玩到第二话啊！结束了。那我们下一救次救他还有九我！话吗？哇，还有很多可以玩。那我们现在再继续玩喽。那我就先玩到这边。那我们来人下一次再见，啊！拜拜。